怎么想？看到 Jessica 现在这个样子，真的不能原谅她。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恨了。我想，我能为姐姐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。那下一步你怎么打算？离开俱乐部，不再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有瓜葛。那胡子俊呢？他？他只是我针对的目标而已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倒是挺舍不得俱乐部的工作的。骗谁呢？明明是放不下胡子俊，去拿俱乐部来当幌子。我觉得胡子俊也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。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？他是不是装的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啊？我心里要是清楚，还问你干嘛？哎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，否则的话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的。爸，你说说话。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应该放弃？你说话呀！子俊啊，这次我们承接的房产项目事关重大。我知道最近你因为杰西卡的问题搞得有点焦头烂额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不会影响俱乐部的工作。好，你也老爸不小了，感情问题爸爸不想过多干涉。为了这个项目，咱们俱乐部几乎投入了全部资金的，这要是成功了，咱们俱乐部更上一层楼。可要是稍有闪失，后果你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爸爸希望你能够放下手里所有的活，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俱乐部这件事情上。我知道了。长毛，你放心吧，上次的事儿他们不会再追究的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，你就照我的话去做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投资方我已经找好了，是一家国外的大型药品公司，他们下个星期就会来我们这里进行实地考察，如果不出意外，签约应该没问题。伯伦，这次都亏你了。嗨，哪里话，辛苦。来来来，啊，服务员啊，多来一个杯子。多了。干嘛？还有人呀、啊？对不起啊，堵车，我来晚了。坐吧。对不起啊，事前没有通知你们两位，对方会来。可是不要紧了吧？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说不说什么关系了，对吧，心灵？来吧，
我们举杯，预祝谈判成功。金娜，你也敬伯伦一杯啦。冯总，来，替他敬你一杯。缇娜，你就不对了，说什么冯总，都说过了是老朋友吗？这杯50万，再来一杯。怎么了？啊，不喝？你不喝，我就跟财务说扣掉你下个月的奖金。子君，这喝不喝酒跟奖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了？心疼啊？看你们两个有什么话不能说出来呢，非要放在心里面，让我都替你们两个着急了。你还不是一样？我怎么了？心灵，你和子俊到底到哪一步了？你跟我们说来听听。我现在在说你跟伯伦的事，干嘛突然间说到我跟心灵上？这叫以牙还牙。来来来，喝酒。有时候爱情真的很奇怪的，好像他们两个一样，明明喜欢对方的，就不敢说出来，叫他们放弃呢，又不行。是不是累了？我早点送你回家吧。啊，还有，明天准时8:30在楼下等你。子俊，你以后不用来接我了。怎么了？不满意我的服务啊？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。你是不是担心 Jessica？我为什么要担心杰西卡？你和我之间根本就没什么。心里我替你有顾虑，可是我跟杰西卡真的分手了。你跟杰西卡分不分手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心灵啊，我真的喜欢你的。我会珍惜我所爱的人，你给我一点信心好不好？你现在马上到胡家去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子俊的母亲。Jessica， 这是你们自家人的事儿，我去不太合适吧？没关系，你去吧，我还有些事儿得回家一趟。那好吧，我去。谢谢。Jessica， 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你不明白的？你的脸色特别难看。哦，我没事，我挺好的。果冻，记得把这封信按时交到，懂吗？你就放心吧。嗯。果冻，果冻你好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杰西卡托我给您带来的信。信？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啊，还要写信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感觉他今天情绪怪怪的，心事重重的。哦，
伯母您好，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爱子君，我不能想象在以后没有子君的日子，我应该怎么面对。不要责怪我是一个逃兵，因为我不能忘记和子君在一起的每一个日子，不能想象离开子君的生活。请原谅我的行为，在我的心中一直把您和伯父看成我最亲近的长辈，希望你们不要责怪子君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永别了。不好，谢谢快要出事，快走快走，我不敢开枪。也许我应该离开俱乐部。为什么？是因为 Jessica 吗？不完全是，也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你心里面还有没有陆静雯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心里面的想法。曾经有，但那是在我鼓起勇气爱你之前。可如果你心里面有静雯的话，你为什么还会和 Jessica 在一起呢？我跟 Jessica 在一起不是因为爱。那是什么？跟静雯分手以后，我的内心真的很痛苦。我妈担心我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也希望我早点可以忘记静雯，所以就把她最喜欢的 Jessica 跟我安排在一起。那个时候对爱情就没感觉，觉得什么都无所谓，所以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下来，直到遇见了你。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你今天约我出来，除了跟我说你要离开俱乐部，你到底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对不起。你听见？喂，妈。什么？老董，这是可怎么样？您抢救过来了，伯母和董事长都在里面。我不在里面。可惜 Jessica 没死成，
让某些人失望吧。你瞎说什么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好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跟子君单独谈一会儿。站住！秦岭，你走吧。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伯母。哎，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了。傻孩子，你怎么做这么傻的事儿啊？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，跟伯母说不就行了吗？伯母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你放心吧啊，我呀，回去让子俊回心转意的。嗯。你现在的任务，就是要好好照顾杰西卡。不能再刺激他。子君，你想过吗？这要万一真闹出点人命来，那给俱乐部带来什么样的恶劣影响？我再三的叮咛你，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，可是你。你给我记住。你现在做事情不光是代表你个人，更代表了俱乐部的形象。好了，你进去看看杰西卡。记住，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。你还知道来啊？你看，这都是你闯的祸。伯母，你别怪子君，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。杰西卡，好好养病啊，让子君照顾你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石头，你能不能别晃来晃去的，安静一会儿。你现在知道烦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难道你真的要让 Jessica 死掉你才甘心呢？现在我心里面已经乱成一团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你让我安静的想一想行吗？不行，这都要闹出人命来了，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必须做出一个决定。心灵，你这个样子和 Jessica 又有什么区别啊？你是要为静雯报仇，可是也总该有个底线吧，不能做得太过分了。可是我并不想让杰西卡自杀。那你要杰西卡变成什么样子你才满意？还有，你说你不爱胡子君，那你在犹豫什么？
是子俊吧？心里，你这么老躲着他也不是办法。那又能怎么样？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杰西卡为了爱情竟然会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，真是让人生畏啊。子俊，心灵，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啊，是关于会员政策的调整问题。这件事情一直是 Tina 负责的，我这有很多工作要忙，我先出去了。心灵，心灵，子俊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是多给他点时间，冷静一下，以后再说吧。喂，哦，石彤啊，我今天不回去了，我想回家看看。嗯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好，喂。资料带来了吗？其实你早该下决心这么做了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来，谢谢伯母。喝点水，歇歇。这下好了，总算平安的度过一劫了。是啊，你出院了，我们大家心里才踏实。要不然还不知道我们胡家会背多少骂名呢。子怡，伯母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您放心吧，我以后再不会做那些让你们担心受怕的事了。哎，子俊啊，我跟你爸爸商量了，准备让杰西卡在我们家住一个阶段。等一会儿呢，你带着她到楼上你对面的那个房间去啊。妈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来的客人都住楼下，楼上只能我和我哥住啊。啊，伯母，我住楼下的客房就行了。哎呀，那怎么行？你身体刚刚好。子俊，就这么定了，快拿着杰西卡的行李带她到房间里去。这是你的房间，放出去吧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抛弃我的，你对我是有感情的。别想太多了，还要养病吧，我会接受不了工作。
美国投资方代表马上就来了，我看这个谈判的地点就定在全市最好的海伦大酒店会议厅啊。那在俱乐部不好吗？走。谈判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有气派，不仅仅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实力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相信我们合作的诚意，这样他们才会放心和我们合作。好，场地的事我和子君商量以后您来做决定。爸，伯伦，子峰，子君，来坐。子君，杰西卡的事情安排怎么样了？没事。子君啊，爸爸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，但是爸爸要跟你说的是，你必须这段时间把情绪稳定下来，把你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个项目上，因为这个项目关系到我们俱乐部未来的发展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昨晚又是一夜没睡吧？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姐、子俊、杰西卡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。那打算怎么办？其实上一次我就打算把真相告诉子俊，可是没想到，所以我打算再找子俊谈一谈。只要你自己想通就好。伯父，喝杯热牛奶，趁热喝吧。杰西卡，你身体不好，以后多休息啊，想吃什么了就让自己的妈妈给你做。不用了，我都已经忙习惯了，要是闲下来我自己也会不习惯。伯父，那个是不是金尚？对，就是他。伯父怎么会跟金尚一起合照呢？这是我当初最好的两个兄弟。杰西卡，你是不是不理解？我和金尚曾经竟然是最好的朋友。那另外一位呢？他是我们三兄弟当中大哥，在一次投资失败后自杀了。伯父，既然他是你的兄弟，为什么他投资失败您不帮帮他呢？我当时在国外并不知道事情的发生，等我匆忙赶回来，历史过完了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忘不了，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大哥。是吗？真可惜呀。是啊，在这之前我和金尚因为别的事情从兄弟反目成为仇人。杰西卡，杰西卡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伯父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间吗？我在我们经常见面的咖啡厅等你。好 ，OK， 待会见。畅萌，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什么？有消息了？那好吧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说吧，查到了什么？这个小丫头可鬼得很，为了跟踪她，我跟我那帮弟兄都肯累趴下了。好了，先别说这些，先把查到的结果告诉我吧。我除了跟踪啊，还查过很多地方，最后才证实了她的身份。原来她是高尔夫球手陆静文的妹妹陆静琪，陆心凌只是她在韩国留学时候起的名字。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不过还有一件事儿，我需要你帮忙。成，没问题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收拾陆心凌？你应该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吧？行，一箭双雕，够狠。记住，千万别被别人发现你。爱上他呢？你不肯承认，是因为他是伤害过你姐姐的仇人。石彤，别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我一定要离开俱乐部。反正迟早都要分开的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你这样做，对
对所有的人都好，包括静雯。成为头条新闻。喂，喂，是陆心凌吗？你是哪位啊？啊，有一份和胡子俊身世有关的资料交给你，你一个半小时后到美江报社门口。什么资料？喂，喂。现在你还不明白我的心？对不起，我想我们两个在一起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谁呀？恶作剧。您好，请问您姓陆吗？对，这是给您的。谁让你给我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有个人让我给您的。主任，主任，哎，这是我给您找来的独家新闻，您看。这份资料的来源可靠吗？哎呦，主任，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？要是发错了，对绿野俱乐部和胡家的影响可大了。别犹豫了，主任，这份资料的来源那是相当可靠的。发吧。哎，这是子俊小时候。啊，子俊小时候的照片你怎么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别人拿给我的。那这女的是谁啊？可能是子俊的亲生母亲。啊，那就是说胡子俊和胡子怡不是亲兄妹。子俊可能是胡耀明的私生子。天哪，这事也太离谱了吧。子俊他知道这事吗？不知道，我想他应该还蒙在鼓里的吧。那你打算告诉子俊吗？心灵，这事可事关重大呀，要是一旦曝了光，就会影响到胡家的地位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。我看我们还是保密吧。我再想想吧。报纸上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为什么当年你把子俊
你跟我说是你领养的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如果不是当年你对我说你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不会不顾家里的反对嫁给你的。我没想到你们还有了孩子，而且就在我的身边跟我一块生活了20多年。我的一片真心换来的就是你的欺骗和隐瞒。本职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什么。当初我并不知道她怀上了子君，直到后来她死了，我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一时懵了，不知该怎么跟你解释。我真是傻，居然和一个不信任我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。请你相信我，我这真是不得已。我相信你，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倦了